想象飞，啊，太无聊了，那玩吧。我跟你讲，他真的太难约了，每次都约不上他。他今天来了，他结账。我跟你讲，他不结不让他走。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啊，说好喝酒的呀。家里猫饿了，不去了猫。拜拜。行吧。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？还有点工作没做。那、你的外卖。算你有良心。你性格好好呀。你们家确实有吗？我来行不行？可以。你、哎、们家不是有只猫吗？猫呢？我们家什么时候有猫啊？我们家那只小野猫吧，有点害羞，是吧？哟，人家是帅哥，是看成，人家是看成绩啊。看清楚，人家是女孩子。学长可以加个微信吗？我是女生，还加吗？那给我吧。哇，帅哥哎！我室友哦，女的，人家是。哎呀，我也会。你来干嘛呀？到你管。不会就不会啊，我可以教你啊。干嘛？你怎么又推我？你离我这么近干嘛？你不会以为我在撩你吧？哼，才没有，最好没有。是你喜欢的类型，你去啊，加微信。这个可以加微信哦。兄弟，我是女生。你的背，有时候拖住你的心跳。哎，你这一场不错，兄弟，我女的，还打吗？我觉得你西装超好看，咋买的？我也要买。哎，给你买的这个。谢谢。嗯。哎，这是我。我帮我闺蜜尝一口，有什么问题吗？